来，啊，我的执行长，我的张丽珊小姐，到尾上舞台。来，后来麻烦咱所有咱的好话咱这来宾好朋友来放下你手中的武器来，用咱声唱的掌声来加欢迎，欢迎咱行政院，我的吴家南区来联合服务中心，我的执行长张丽珊小姐，大家都非常熟悉，然后咱要讲出的照片。好，张丽珊小姐来，谢谢我们最美丽的主持人哈，啊，咱侯文辉，咱的吴会长。啊，咱的英语会长吼，就是咱的沈玉龙啦吼，啊，沈会长、沈荣誉会长，啊，还有咱的楼主吼，张楼主，啊，咱在场呢有咱张家军委员的副主任吼，咱的苏振中苏副主任，啊，还有咱的副主席侯振宝侯副主席，以及咱在场我上介敬的咱所有啊最好朋友，所有的诚心代表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开始哈，嘿，啊，今仔真欢喜啦吼，是咱侯王辉吼，啊，为咱吼这侯王吼，这圣诞千秋举办这个平安宴，啊，当然吼，内心呐嘛是同款，甲各位同款用虔诚的心呢，来甲咱的侯王呢吼，来甲伊吼啊祈求啦吼，啊嘛希望伊能庇佑咱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所有乡亲是大，大家拢能平安顺时、事事无灾。啊，当然呢，看到讲吼，咱有这么侪少年人呢吼，啊，心中也是忠诚的这个信仰。我相信讲吼，信仰呢不但会当吼啊净化人心啦吼，啊嘛会当改变吼自己哈，甲所有的这个环境啦吼。所以伫遮呢吼，啊希望讲大家呢吼，总是宗教信仰呢吼，绝对是啊教人为善吼，啊与人吼也是用善的这样的一个相处的心情吼，啊好咱社会更加和谐，啊咱的社会更加进步。啊当然今仔日呢，除了吼啊来拜拜之外啦吼，啊嘛甲咱大家啊来讲结一个缘啦吼，啊希望讲吼咱在座。所有啊，最好朋友为着吼，啊，咱婚姻的未来，我相信张家军委员吼，嘛是咱北港厝吼，诶，即个查某孙啊，啊，希望讲吼，啊，即个立委选举呢，不但啊，会当互伊继续连任，互伊会继续为咱吼地方来拍拼来效劳。啊，今仔日我代表伊来向大家致意，啊，嘛向大家拜托啦吼。啊，当然呢，嘛要祝大家呢，啊，伫即个吼虔诚的信仰之下呢，绝对会当受到吼咱生命的即个庇佑啦吼。啊，一定会当安尼家庭幸福美满快乐，啊是。身体健康，事事拢会当如意平安啦吼！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执行长，我们的张丽珊执行长，来甲咱的好话，甲咱做结尾呢，嘛来甲咱的好话，来送咱些来宾好朋友，甲咱做结祝福啦吼！好，谢谢我们的执行长，我们的张丽珊小姐，谢谢。